嚟到一林參加我哋嘅多倫多林西河童一百週年嘅慶典晚宴，我僅代表我哋嘅全體董事會成員同埋我哋全體堂員，多謝大家嘅一林。咁我哋林西河童喺多倫多咧，係由1920年開始成立發展，到而家其實已經有103年。我哋延後咗舉辦嘅原因咧，同好多團體嘅原因都一樣，就係因為有疫情。咁喺我哋臨時嘅歷史裏面咧，其實到我哋2023年嘅今日咧，已經係3115年。咁係喺我哋嘅歷史當中咧，其實經過咗好多漫長嘅改變，包括喺我哋中華民族嘅歷史嚟嘅。嚟講嘅話咧，我哋由殷商時代嘅一個部落比較鬆散嘅制度，到後來周朝成立嘅封建制度，大家唔好認為封建制度係唔好嘅，封建制度喺當時係全。